这船再进来吗？哎，你有病啊，宋南希！你怎么来了？门没锁。哎，你。 门没锁也不代表你可以进来啊。那你要怎样？我出去，重新再来一次。你了我家干什么？出来说话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事情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奶奶呢？不在。去哪儿了？跟着医疗团下乡去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看好奶奶，别让她往外走。 那条信息是你发给我的，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？反正我信息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星期一奶奶会出事，你赶紧把奶奶叫回来。那你是怎么知道奶奶会出事的？你就当我有第六感，算命的什么都行，你赶紧把奶奶叫回来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你要是真能未卜先知，就去买彩票吧，不要来骚扰我，骚扰我奶奶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 宋仁熙，你不把奶奶叫回来，你后悔一辈子。喂，奶奶，你在哪儿？奶奶，奶奶，你赶紧回来，你赶紧回来。不是，是电视里的声音。奶奶，不管你现在在哪，你马上回来。哎，奶奶，你别理他。奶奶，奶奶，对啊，星期一你先回来好不好？ 你干什么？万一奶奶急着赶回来，路上出事怎么办？反正只要过了星期一，奶奶就不会有事。你相信我？你这个人神神叨叨的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给我！给我！啊！ 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的，害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奶奶星期一会出事，你奶奶对你那么好，奶奶出事了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一直骚扰我？宋晨曦，你放心，你以为我想这样？我发誓。 只要奶奶没事，你以后不会再见到我。
奶奶的事情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奶奶怎么了？我会一直给你打电话，直到奶奶回来为止。喂，你刚才在干嘛？他是神经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你也被他推到海里，脑子进水了吧你？他上回吐我口水，刚才又把我推到海里。我告诉你啊，陈鑫，你可千万不要跟这个疯婆子扯上任何关系。我有强烈的预感，只要你跟他好上，后患无穷。哪来那么多预感？2012流行预言啊！你也够神经的。你爱信不信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干嘛？奶奶不是刚走吗？哦，没什么。等你回来，我再跟你解释吧。没什么要紧的事。星期天晚上到是吧？啊，路上小心。这就是你们写的企划书，啊，全是垃圾。军哥，谁是军哥？这是办公室，我是你上司，不是你哥。主任，上回问您意见，您要我们自己想，现在我们想了，你又说不照你的意思写，拉不出屎怪茅房。有时间在这抱怨，不如快点把工作干好。下班之前，我要看的企划书在我桌子上。我告诉你们，再给我写不好，全都给我滚蛋。主任，董事长找您。啊，知道了。我请你来，是让你来统筹工作的，不是让你来推卸责任的。是，董事长。可这问题真的不是出现在我身上的，是他们出不出现在你身上，我心里明白。你不要再解释了，拿出你的能力来说服我，别光靠嘴说。不行，我就让别人来做。哎，别！我有这能力，有这能力啊，有这能力。董事长，我这次一定把它办好，一定让您满意。做到了再说，先出去吧。哎，什么狗屁董事长！生层水，我交给李明玉了。喂，你不会真的放心让他弄吧？啊，我跟戴维可都知道，你是为了不接你爸的案子才这么做的，所以我跟戴维可决定了，帮你接下这个重任。行了吧，你们两个，这个案子是李明玉的，就交给他提案吧。喂，兄弟，听我一句话。喝水，兄弟。放了他好吗？你们就真那么觉得我居心叵测吗？我只是想再看看这李明玉还能提出什么新的想法来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二师爷，你去哪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合同？帮我。哦，我早已经签好了，没发给您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哎，你们那个谁接一下电话。侯伟，哇，来了来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你们好意思拿着工资陪老板玩？其他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给累死啊？楚浩，你给我找的助理呢？助理人呢？助理。助理，助理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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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假开除，真的 surprise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讨厌，你们耍我！我们没耍
你。嘿，莎莉 ，Don't crazy， 这么完美浪漫的一个点子不是我想的，全都是楚浩。楚浩可跟我说了，要让你先虐心再开心。哎，他就是个虐待狂，口味很重哦。莎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许愿吹蜡烛吧。嗯，许愿了。要不是你是老板啊，我早把蛋糕往你脸上涂了。今天你为我庆生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也没有必要联合大家一起整我。这不是整你，这是惊喜。一般人可没这个待遇 ，VIP 才有。莎莉，你对我真的非常重要。你不觉得我太凶了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你们在背后叫我什么杀手力？你那不是凶，是聪明。女人聪明没有错，男人因为没有女人聪明才会害怕，所以痞子戴维他们才会给你起那样的外号。别哄我了，像我这种剩下的。我可没觉得你是剩的，你这种成熟女人的魅力，可是一般青涩小女生没有的。况且，莎姐本来就那么漂亮。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吗？智慧与美貌并重。说实话，这个公司要不是有你，光靠我和痞子戴维三个早就完蛋了。So,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. Happy birthday.如果觉得这条件太苛刻的话，你可以提出你能接受的条件，我一定帮你转达。对你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争夺监护权的案子，一年好几百单，见怪不怪。但对我来说，小七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生命的全部。那个女人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，就连我们离婚打官司，钱都是她出的。我不想小七跟着那种人，在那种环境中长大，以后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都会跟着他爸跑偏的。你问我条件，我唯一的条件是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是不会把小七交给那个混蛋。我们已经晃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小宋要不要来啊？来呀，他现在在上班，一下班就过来。你看这里，江山独好，风景如画，再配上一对才子佳人，怎么好意思不先自拍一下？哎呀，你当我是外拍模特啊？要不是你说小宋回来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哎呦，我跟你说过他在上班嘛，他一会儿就来嘛，大小姐。少骗人了。行，你要是不想拍照，那我们去吃点东西。你自己去吃吧，小宋来了再夸我。哎，哎，小宋，小宋，慢走不送。哎，哎，哎。啊干嘛呀？你为了几张破纸值吗？哎，你是医院那个？对呀，我是阿盘。你好。你好。东西掉了吧？嗯，没事，我帮你捡。喂，你在干嘛呢？我还在等你挑喜帖呢。这种事老婆最大啊，你盯着就行了。人家想听你的意见吗？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吧。你别闹了，我这正跟大老板应酬呢。哎，大老板来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又这么忙。
干杯。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当妈的看女儿一个月只能看一次，旁边还得有人监督，这男人怎么不去死啊？哎，贝贝，不是我说，你们老板也真是的，就这还让你拿过去啊？要我直接甩他脸上，让那个男人有多远死多远。争取最大的权益也是在道德底线之上的。反正像这样的案子，要我，我肯定不签。律师这个行业，道德的灰色地带太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你以后会是一个很成功的大律师，维护社会和谐、世界和平全靠你了。你当我是宇宙超人奥特曼？奥特曼。喂，哎，阿庞啊，哦，好啊，那我再发信息给你啊。嗯 ，OK， 拜拜。他怎么会有你电话的？哦，今天下午啊，幸亏是他及时救了我一命，要不然我早就掉进海里了。哎呦，那你直接谢谢他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给他电话号码。他找你干嘛？明天星期天他约我出去玩，不能去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你傻不傻呀？今天你答应他了，他以后会天天约你，约到你想吐想死为止。不会的，我看他人还不错，挺好玩的。贝贝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阿庞这个人眼高手低，光说不练只会犯贱。你听我的，别跟他瞎掺和啊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跟师兄这么熟，跟他也这么熟啊。好了，你别担心了，没事的啊，我先洗澡了。先说好了，一会儿不管他说什么，天黑之前必须回家。别傻了吧唧的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嗨！哎哎哎哎，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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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包啊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他带那个电灯泡。干嘛？待会交给你了。贝贝，请。哎，贵宾请上座。哎。继续加油，我可不想把你下来推车。油箱满了，自己看。坏的，要不要打赌？你别说啊，干嘛这么神秘兮兮的？哎，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嘘，去海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油表坏了，还好前面就有加油站。没关系啊，下次别再找朋友借车了，弄坏了挺麻烦的。陪我出去玩，我们可以乘地铁、搭公交车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俩的约会还会有下次？珍惜却发现爱不见了。加油站到了吗？天真的誓言和当
上车，很快就到加油站了，你来开车，我来推就可以了。不行，我不会开车。很简单的，握住方向盘。很好。OK， 握住方向盘，不要紧张，保持直线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儿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明玉，那天你走了之后，奶奶又打给我了。你怎么跟奶奶说的？我没说原因，只说是让她早点回来。你给我听好了，特别是星期一，千万别让奶奶离开你的视线，听见没有？我还是弄不明白。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奶奶一定会出事的？我知道你们不能理解，可是我实在没办法跟你们解释，我也不想解释。反正过了星期一之后，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你的世界。贝贝，你知道海水是什么颜色吗？蓝色。错，这海水的颜色。海水没有颜色，是光的反射让海水的颜色看起来像是蓝色的。阿庞，我拜托你有点长进好不好？不要老靠这一张泡妞，千古不变的，弄得好像自己多有文化似的。贝贝是法律系毕业的，没那么好忽悠。贝贝，你口渴吗？我去给大家买水啊。嗯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嗯，喜欢啊。这里海天一色，没有人工造景和污染，来到这里压力都不见了。没错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这里散心。那不叫散心，叫逃避。有本事的人忙着赚钱，没本事的人海边散步。反正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只有喘气和晒太阳，不收费。李小姐，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你，你却总是针对我，而且我没跟你说话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给我的朋友灌输错误的价值观。你可以不认同我的想法，但不代表我是错的。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除了赚钱之外，你还有其他梦想吗？你是说我很爱钱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张嘴闭嘴都是钱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赚了钱才可以让身边的人过上好日子。那什么才算好日子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知足常乐是吗？晨曦，接着。小韵，你没事吧？不是故意的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婶婶伯伯，我们现在开始排练了啊！排练？不是拍广告吗？你少说两句吧。听小玉指挥，小玉现在是导演啊！小玉，你是导演呀？哎，我家闺女就想演戏当明星，能不能介绍个角色给她呀？啊！哎，小玉啊，你能帮我要一张孙红雷的签名照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特喜欢他。你见过葛优吗？他跟电影里面一样吗？哎呦，葛优有什么好看的？跟我长得一样，区别就是一个有头发，一个没头发。咱们开始排练吧！啊，排练。不，我呀还是想要一张孙红雷的签名照，麻烦你了啊！小玉，给我要一张。对，我还喜欢周润发呢。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大美女律师叫我跳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只是一个小助理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再多找几个人呢？
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谢了。文件交给对方没有啊？哦，王女士她不愿意放弃抚养权。那就只好法庭上见了。哦，张律师，王女士她是真的很爱她女儿，一个单亲妈妈照顾孩子本来就比较辛苦，难免会……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我看你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去福利院当义工算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找阿庞来帮你提案。你干嘛找他呀？哎呀，既然是关于冲浪的事情，干嘛不找他们帮忙啊？反正大不了请他们吃顿饭，他们不会介意的。哦，我请，我请。不是谁请的问题，我就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。哎，那算我帮你的行不行啊？你就别折腾那些街坊的大叔大婶了。哎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是大律师，你是广告女强人，你这个人情啊，算我的。说的是这里，没错，但他人呢？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哎，集中一下注意力啊！我们海洋村同学的广告马上开始了。这是什么？镜头。是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这怪我，怪我没接住。刚刚那个拍砸了不算数的啊。然后镜头跟着我，哎，过来。好了，怎么样？提案结束，怎么样？自然环保，生生不息。不满意？改。四个字：简单粗糙。我们排了很久，你话不用说的这么难听吧？我是导演，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，我就告诉你这个。你当然可以有意见，但是请你先学会尊重他人，别有点瑕疵就全盘否定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是有一点简单粗糙，不过我们可以改。但是主题还是很有趣的。我给你一天时间把它写成文案，后天星期一早上10点到日升集团提案。好。天，通过了！谢谢导演，哇！啊，海洋深层水的提案通过了！搞笑，楚浩，你要真喜欢李明玉的点子，你可以把这个 idea 给买下。只不过李明玉是新手，应该由我们来汇报提案。是他想出来的点子，这跟新手老手没关系，这个案子就应该由他来报。喂，你没搞错吧？李明玉只是个新人，而且又二了吧唧的，你把东西交给他做，你放心得下吗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让李明玉来气你爸。这我倒真没想过，不过让李明玉跟我爸 PK 一下，应该挺有意思的啊。你别闹了，楚浩，这是工作。我觉得这个点子还挺有意思的，别因为你跟你父亲不和，随便就给浪费了。我先声明啊，
我可不想再看见你跟你爸又发起战争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提案那天，我应该不会去。你不去？喂，喂，楚浩。夫君，什么东西，50铢都不打折。大饭店都是这样。哎，上个月我们同事在普通餐厅办的，他说挺好的，要不咱们也去那儿？你怎么不说去食堂、去大排档办？我告诉你，这场婚礼关系到我们的未来，菜色无所谓，那场面必须得豪华气派才行。可咱们没那么多钱。你不说谁知道？人家会查你存折去。场地还没找好，这婚怎么结？人家是来参加婚礼，不是来看笑话。那你说，这么多钱咱们从哪儿来？钱不用你管。你知道来的都是什么人，开的什么车吗？到时候礼金肯定少不了，别说付饭店的钱，估计还能剩下一笔钱让我来创业买房。可问题就是咱们现在收了人家的礼金了，那总得找个体面的地方吧，要不然来了怎么想啊？是啊，我知道了，别生气了。行了，啊，我下午还跟人谈点事儿，我先回去吧，啊。哎，夫君，咱们下午不是要去试婚纱的吗？我这去谈事儿，又不是去玩儿，光想着自己臭美，你不体谅一下我赚钱有多辛苦？去。奶奶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我们早上通过电话，这会儿应该快到了。今天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我是在帮贝贝。哎呀，今天那个导演真不错，年轻有为。哼，年轻有为没看出来，那股狂劲儿倒是很冲。人家狂是应该的，纽约大学毕业，年纪轻轻自己当上老板，人能不狂吗？这么说来，他肯定是一个富二代啊，家里面有钱捧出来的。像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，一般都不会有什么真本事的。哈哈，没本事还能当导演？你是羡慕嫉妒恨吧？啊，他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？家财万贯，海归名校，英俊潇洒，简称高富帅，是个男人都会嫉妒，除非你不是男人。那是你们女人太肤浅，真正的男人是应该不受束缚，走自己的路的。只有那种不惜花一辈子时间去追求自己梦想的男人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你所谓的男子汉，就是不负责任的自私鬼，看不到未来。只有蠢女人、傻女人、脑子进水的女人，才会跟你这样的男人糊涂一辈子。你这么市侩，用名利衡量一切，小心弄到最后众叛亲离，穷到只剩下钱了。你这种不切实际、逃避现实，落到最后呢？帮不了家人，救不了自己，穷的只剩下朋友，而且还是那种只会管你借钱的朋友。晨曦，奶奶，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呀，好，哎呦，走吧。奶奶，哎，你是谁呀？这么漂亮的小姐。是谁呀？嗯，我不认识他，只知道他朋友叫他小玉。哦，奶奶，我叫李明玉，是宋晨曦朋友的朋友。谁？什么叫做朋友的朋友？有缘认识都是好朋友啊！哎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10万火急的打电话叫我马上赶回来，而且。在你电话旁边一直有一个女孩子在讲话，那是谁呀？啊，就是她。哦，奶奶，是这样的，她昨天出现了头晕、恶心的症状，我们都怀疑她得了脑震荡。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给医生看？医生怎么说？干杯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！里面怎么回事啊？啊，
我们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我们开 party 呢，先进去吃点东西，好吧？好啊。那箱子。喝，来，喝，喝，喝。谁让你惯贝贝喝酒？他不会喝。我没惯他，他愿赌服输啊。就是啊。哎，奶奶，哎，哎，哎呦。这个他是奶奶，这是阿庞的朋友贝贝。哦，不是朋友。贝贝是女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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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神。奶奶你好，你好，女神。什么情况？我这刚出去一下就弄这么脏。哎，奶奶，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？当然有啊。吃什么吃？先把下巴堵上再吃。哎，我说你们这几个这么大的人了，哎，吃东西上进下出的都不带过肠子啊。收拾完再吃。哎，不是，大家玩的好好的。你干嘛突然变老妈子啊？我们吃完再收不行吗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吃完再收吧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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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明玉说的很对，大家一块儿收，很快就收得很干净的嘛，对不对？苏炳大东有，哎有，罗罗弟弟有，有，啊，你们两个收瓶罐，你们两个收纸盒，动起来，勾勾勾，是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别抢，收，走。奶奶，哎，外面怎么会有条船呢？快快，还有那个那个，那是我的船。那我可以参观吗？当然可以。您在外面可要多注意安全，不要这么客气。这船可以开吗？它现在还不能下水，不过我会修好它的。不论花多少时间多少钱，我一定要开着它环游世界。贝贝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哦，我问晨曦外面怎么会有条船。他肯定又在跟你规划他的宏伟蓝图吧，说什么修船环游世界。你怎么知道？这的人谁不知道啊，关键是这船能修好才行。我一定会修好的。贝贝，别听他的，不可能实现的。我相信有一天，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。下水那天记得通知我。好，我一定会通知你。想上去吗？啊，可以吗？我可是船长，当然可以了。好啊，贝贝，就一艘船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咱们回家吧。哦，我都还没有坐过船，我想去看一下。嗯，走吧。嗯。你看，驶出那个港湾啊，就出海了。我没事，今天我真的好高兴。你还说你没事呢？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你头一次喝多。所以说，不止你会改变，我也会改变。贝贝，我告诉你啊。不许跟他走太近，特别是那个宋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个，特别是那个阿庞。为什么？我看他们人都挺单纯的，而且他们的笑容，都让人好温暖啊。是啊，成天什么正经事儿都不干，就知道在海边晒太阳，晒到脑袋发烧、脸发烫。想人当然温暖了，想不温暖都难。至少。他们没有整天想着算计别人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更没有利益矛盾，所以啊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贝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跟他们认识，就只是认识。哎呀，别笑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就只能是认识。这当男朋友、当老公肯定不行的。你干嘛那么正经啊？我看宋晨曦，他就很有理想啊。有计划有行动那叫理想，光说不练那叫做梦。他要修好那艘破船就是做梦。最后那船，哎，最后那船还不是潜到海底当潜水艇？还说什么环游世界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很有可能实现的呀。不过是在地图上。我还有点羡慕他呢。羡慕他？你没事吧？他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至少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他说到环游世界的时候，眼睛还会正亮呢，还挺帅的。我其实每天都在问我自己，我真的考得上律师吗？我念书念了这么久，我好怕自己考不上。我算过了，你一定能考得上的，相信我啦！十年之后，你一定会成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金牌大律师。是，李大仙金玉良言，铁口神断。当然了，半仙开口，说有就有。以后啊，你就是金牌大律师。哎呀，走了，我就是广告界的女强人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吵什么吵啊！要加油到加油站加去。好，走了。哦。时间总是停停走走，越在乎就越没有以后。站在分岔的路口，向左还是要向右、啊、每个影子都不自由，却拥有想奔跑的渴求。背对着光的邂逅，尽头终究还是片刻逗留。如果回到从前，回到遇见，如果能淡了笑。